想换的举手，想换的说吧，肯定是有人提出来了才会有，不会记恨的，想换就举手来。我们俩跳舞第一名，哎，我们很有默契的好吗？有点厉害的，有点厉害的。他们跳舞第一名，我真的没无话可说。无话可说，有点。也是考验你们两个忠诚度的时候到了。哎呀，这俩，那他俩必不换。不用啊，我们不用。哎，你俩集团已经绑定了。浩远集团呀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俩还想做上市吗？这公司。死活不换，两个人必须给他们打垮下来吧，该分家了。你们可以加入，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，我要举报了你集团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跟他们一般见识啊，我们是要做大事。这样我们呢不去判断我们自己对自己另外一半的这个会不会换走，我们就真正的想吃什么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。对呀、啊、肯定是这样子。为了公平，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眼罩可以让大家戴一戴。那我就不用戴了，我第一个去。明浩，咱们俩之间不用对啊，不用对，咱们喜欢吃什么一个眼神 OK。 小巴出发，看看有啥好吃的。鸡牛鱼虾，回家看看。咕嘟咕嘟，这是什么呀？好食好味，市井烟火。天哪，这都是什么东西？再来一遍。这是什么呀？我好饿呀！川菜、粤菜，什么杭帮菜、湘菜。吃火锅，这里怕是不好煮火锅吧？你想想，那么小个帐篷煮火锅，两个人出来，什么味儿啊？他选好了吗？选好了，第二位是谁？哲远，我去了是吧？哎呦喂！哲远就看哪个房间有人就往哪里坐，看着脚印走的。请尊重你自己的胃哦。啊？我没有胃。我吃不吃都无所谓了，他就是为了那个人，吃不吃都无所谓。浩远集团，鸡牛鱼虾，回家看看。市井烟火，我想想他会选什么。他应该，我觉得他会比较想要有烟火气。已经聊起来了，那边他们的集团在聊他们集团的事儿。哎呀，把好吃的留给我们吧。我没看，但我一直听到我左耳边传来一些一直在啃东西的声音。你还要选吗？我感觉你都饱了。不是里边有好吃的吗？你怎么咔咔吃这个？步惊云，最后一名也有好吃的的。没事，胃口大。待我去了，我去了啊，拜拜。哦，门上有字，鸡牛鱼虾，回家看看。这个好啊，市井烟火。啊，市井烟火好吃一点，感觉应该是串儿。闪一闪，拉不开吗？这是。闪一闪，拉不开吗？这是。啊！天哪，我俩。没想到，迪哥。该分家了。没想到是咱俩，让你失望了。没事，我其实。你知道那个明浩在哪儿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咱俩就只能这样子了。哎呀。行。鸡牛鱼虾，回家看看。啥叫回家看看呀？啊啊！
欢迎回家。回家看看会不会是东北菜？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欢迎回家。怎么怎么会选？不是吧？我们为什么两个队伍正好就交换了那个？不是呀、啊。